号 N10， 作品名称《神奇的纸箱考告》，等视讯问答开始。各位评审老师好，中秋节时你会做什么呢？赏月、烤肉。对，烤肉就赏月。上次中秋节，我爸的烤肉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差了，烤焦了好多食材。结束之后，我帮忙刷烤肉架，刷得我精疲力尽。后来我和爸爸看到纸箱烤肉的新闻，隔天我们找了一个纸箱，烤了一只全鸡，结果大成功耶！哎，纸箱也可以烤肉吗？没错，很有趣。我看看你们做过相关的研究。哇，找不到哎，没有研究过。那我们可以来一起实验看看。所以我们的科展主题就是神奇的纸箱烤肉。首先，我们收集网络资讯，了解到了纸箱烤肉的原理，并实做它的可行性。先用锡箔纸将有洞的纸箱内部贴满，在底部放置铝箔盘，再将点燃的碳晶放置底部，再将串有肌肉的铁叉架入纸箱凹槽，再盖上盖子，纸箱烤肉就完成了。之后我们也透过实验证实了纸箱烤肉是可行的。再来，我们想纸箱上的种种条件会不会成为纸箱烤肉成功的关键，所以我们做了纸箱通风口的测试。第一个，我们比较了有开洞与无开洞的纸箱，结果发现有开洞的纸箱烤肉成功，而无开洞的纸箱烤肉失败。原本我们认为没有开洞的纸箱可能会有控窑的效果，利用闷烧的原理加速烤肉的速度，结果发现没有开洞的纸箱不但鸡肉无法烤熟，纸箱也无法升温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连接受老师过，来上三要素：一，达到燃点；二，可燃物；三，助燃物。可能是因为没有开洞，导致没有新鲜氧气挤进去，让燃烧无法继续。那么开洞位置和数量不同有差异吗？当然有啊，我们做了开洞位置与数量的研究。开洞位置的部分，我们比较了对面开洞与里面开洞。里面开洞虽然能烤熟鸡肉，但对面开洞的对流较顺畅，而且能大幅缩短鸡肉烤熟的时间呢。开洞数量的部分，我们比较了上面开两个洞，下面开两个洞，上面开一个洞，下面开三个洞，与上面开三个洞，下面开一个洞。结果发现，在纸箱的相对面开洞且洞数不一样的纸箱烤肉效率最高，能将烤肉的时间缩短到16分钟。那么如果没有盖子，会不会有更多氧气不进去，燃烧更旺盛呢？哎，这是个好问题。我们通过实验发现，如果没有盖子，纸箱的温度会高，但热度无法聚集，导致鸡肉烤不熟。再来，我们思考，如果将洞开在盖子上，是否会帮助热空气垂直爬升，排出增加对流？所以我们做了在盖子上开洞的实验，想看看是否可以增加效率。这个我知道，是盖子上开洞的确可以增加效率。其中盖子上开三个洞，选择一个洞只要烤肉效率最高，只需要14分钟就可以烤好鸡腿。那我要加快速度呢？你可以在纸箱的盖子上加上烟囱，这就是俗称的烟囱效应。我们比较了10公分与20公分高的烟囱，10公分高的烟囱需要12分钟才能烤好鸡腿，但20公分高的烟囱只需要10分钟就能烤好鸡肉呢。哇，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吃到热肉哎！在我们研究发现，如果以风速每秒1公尺的情况下 ，GHJ 纸箱需要16分钟 ，I 纸箱需要14分钟 ，K 纸箱需要12分钟，而 L 纸箱只需要10分钟呢。纸箱烤肉成功的关键是：一、纸箱必须开洞才能产生对流；二、纸箱内部必须贴上锡箔纸才能把热度反射，且纸箱不会烧起来；三、纸箱必须加上盖子才能把温度聚集。那如果要更快速的方法呢？你有以下选择：一、你可以在纸箱的正面开洞，且洞数不一样；二、你可以在纸箱的盖子上开洞；三、你可以在纸箱的盖子上加上烟囱，这样都能有效增加烤肉效率呢。纸箱烤肉只需要回收利用纸箱，不需要煽风扑火，只需要少少碳晶，不会有大量油烟造成空气污染。在享受美味的当下，也可以爱护地球。下回中秋节时，也
可以在家里试试看，不过要注意安全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早上烤好的烤肉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美味呢？时间超过了哈，那就暂停一下。老师看你的表现呢，非常欣慰哈，因为一件优质有创意的作品，它有具备几个特点。第一个就是独特性，也就是此一家别无分毫啊。第二个就是流畅性。就像你刚才的口才滔滔不绝，像行云流水一般的流畅啊。再来就是想象创造力啊，你们能说整个流程啊，我看到了一种创新的一个表现，非常的好。在台北市比较几年前的一个国展里面有一个进击小姐，他们有一个空气倒数空气的对流。跟你们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你们可以参考，然后截长补短，应该会有助于你们将来的一个表现。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先补充一个部分哈，在这边你们可以把那个碳晶，在你们开动燃烧，不管是任何一个状况。那个碳晶的包的状况，可以做一些观察，那做一些记录，我进去。为什么你刚说那些开动，会是里面碳晶燃烧影响的因素，对不对？哦，也就是那个热产生的因素。所以如果你再用这些上去，那个温度再加上它燃烧的状况，就能够印证你刚才说的这些气体对流、供给助燃物这些的一些特性，能够总合起来。好，那这样的深度就会更加啊。谢谢评审老师，谢谢老师，非常好啊，谢谢。作品名号 N10，作品名称《神奇的纸箱烤肉》，停止视讯问答结束。